真的很无聊。眼里面仿佛好幼稚啊，脸上有一层炭，你知道吗？我靠，比较洋便宜的。我天，看我的表情，我就很痒。脸颊都红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脸颊，我能不红吗？杨宇明红感觉还不错。嗯，对吧？他是黑里透红，反正不明显。就你手白，手好看，哪个手呢？今天的狗粮也是100分。你看我这种就是干农活的手。你在家就农活是谁？是姚。在家织织布，在家做做饭就好了。神经病吧！然后呢，小妹叫农活。我跟你说，别这样子，你命好，遇到我了。我也觉得，都不用吃拉苦。所以你是要做什么？我上辈子一定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。上辈子一定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。碰到这儿不痛？哎，你痛吗？哦，我肾不好，你肾也不痛？你不痛？你不痛？真不痛？真不痛？哦，痛呀，谢谢。肯定痛啊。心念事儿不痛。我少被你弄断了，不会。你怎么那么喜欢撅嘴啊？就是无奈的表情。你最喜欢卖萌，对，反正萌。无言以对。我发现你有一个优点，什么优点？不要脸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不要脸，跟你学的。我不是一学的，所以就跟你学的。哎呀，这手，不要有这手就好。这手和你不大，也对。你有这手，你是什么熊猫来着？瘦了对吗？你就脸黑，手那么白。我幸好是公，不需要有这种手。神经病啊！你别害羞吧，还有，你要给我打针吗？大夫，你的皮脂真薄。对，我这样也小，看得好清楚啊，学的，真的。所以打的不是输液的特别好。你又把这个腿张那么开，画个背影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画个背影了。